我叫你做些什么？对，我是不是只要求一样？我有叫你洗吗？我有叫你晒吗？我有叫你整理全家人的衣服吗？为什么？你不要回答我，没关系，自己想。为什么我不能够把这个任务做好？为什么？我讲了，我打你，我的手会痛；他打你，他的手一样会痛的。你以为我们的手是铁的吗？啊，你的脸是肉，我的手也是肉。我很老实的跟你讲，婶婶每次打你，我的手都会痛的。我敲你的头，我的手指也在痛的。啊，扫把不用钱你，把它打断了，我是不是要买过？是还是不是？啊，那我把你的手跟你的脚打断了，我是不是再买一只手给你就可以了？是还是不是？啊？对呀、啊，我们都不喜欢啊，谁喜欢打人啊？神经病吗？谁喜欢打人？那我们用嘴巴讲，你有听进去吗？我叫你每天早上睡醒要去刷牙洗脸再去学校，没有刷牙洗脸吗？没有，所以牙齿是我的，牙齿是谁的？牙齿挂在谁的嘴巴？对，所以你不刷牙，你不洗脸，随你。你要脏，你的朋友坐在你旁边，闻到怪味道，那是你，你已树立成你的嘴巴好臭。人家不会讲，哎，婶婶，你的嘴巴好臭，不关我的事。你的头发长了我不剪，我也不会给钱让你去剪，我就让你一直留长，像汤会山这么长。你已树立成为什么？你的头发留那么长，留给女生吗？对。你又不是自己拿剪刀自己剪，那是你的厉害。你八岁，有些东西你可以自己来，有些东西你还需要帮忙。这样你懂吗？婶婶会发神经在叫你自己剪头发，我会不会拿一把剪刀叫你自己剪？会吗？会。我会叫你自己煮饭给自己吃吗？那衣服我叫你自己折，我有没有发神经？他叫你把功课做好，他叫你专心，他有没有发神经？没有。那为什么你不做？我说过了，衣服坏掉了不会再买。Thank you.